今天呢我們呢真是精神奕奕的，大家看看整個團隊，我們呢是在這個西九的三號排演室。阿高先生很開心，一入到來就說哇這個室很舒服啊，很威王 啊真的大家都想為做好一套好戲而努力的，包括我呢都很緊張在現場。高先生現在那個籌備工作做成怎樣？我們應該萬事俱備的啦，由頭到尾整個排曬的啦。是今天就我們舞台劇那邊就叫做今天是一個叫總彩排，今天在排練場呢，鎖麟囊的排練場呢，就見到輝哥阮兆輝。輝哥啊，對於呢、這個高志森先生咧，佢係將京劇嘅鎖麟囊咧係變為呢、這個移植啊，做呢個粵劇，你有咩個人嘅睇法咧？其實一早就應該移植噶啦，呢、這個戲，因為呢個戲真係好戲嚇。京劇係大青衣嘅戲啦，阿程生程派嘅首本名劇啦，即係如果係廣東班一個善演青衣嘅蛋角，咁就應該即係呢套戲係可以發揮所長。咁嗱，而家咧有兩位啦，年青嘅蛋角啦，佢哋平時咧都係正印花旦嚟嘅，謝曉瑩啦、千山啦。咁但喺戲裏邊咧，鎖麟囊呢個戲咧，佢哋係做夫妻嘅。咁啊好啦，嗱曉瑩咧，你啊個氣氛都相當重啊嚇，咁啊好多水袖啊咁樣。但係咧，我覺得你同阿千山做夫妻呢個感情戲咧，開波就已經係即係觀眾睇到已經係有啲衝突嘅咯喎，就並唔係恩愛喎。因為其實咧，佢個鎖麟囊戲裏面就唔係好集中喺啲情情愛愛裏面，佢講人性嘅。咁佢開頭咧就有一段咧，就是、一人一段獨白咧，係講自己幻想嗰個太太或者丈夫係點嘅。咁當然觀眾係發現佢兩個完全係相反嘅。睇粵劇係越得別越有味。如果你知道多一啲佢裏邊嘅依啲咁精細嘅傳統嘅設計咧，那個味道會更加濃。